老师伴奏，特别唱起来很有感觉。带来这首《宝贝囝》。的设计，对呀、啊，我们。
这个老板称之为你严惠美太厉害了啦。这首歌原本就远景大姐就唱得非常的好，再加上这个效果温馨的家庭照，你看好棒哦。就是我看，因为我刚刚唱的时候看到他们很集中，还有指指点点的，可是我觉得啦，图案好美。是，我觉得这个照片少一样东西，里面有你跟老板的两个人的合照，有你怀孕的时候，有生宝宝，没有看到你们修金的时候，修金的熊都没放，那不完整的。因为这首歌是不会见，不会见。